好，我们接到一个大学生，一个小姐姐的这个面谈，我看一下啥问题啊？即将毕业，里边有她重要的资料，结果呢是好像是说是加密了，我们看一下她用的什么加密方式啊？哦，那这个加密还好点，如果 block 加密那就麻烦了。因为现在密码也不知道。想猜几位密码也很难啊，因为6位数的密码猜起来也比较难。那懂得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在外壳给它拆了，看能不能给它搞定啊。如果懂得搞定了，大家给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。评论区评论一下，看这个。怎么收费合适？这款盘还比较新啊。这款盘我们看一下，23年的新款盘，这种新盘还比较麻烦，为什么麻烦呢？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个解锁版，没这个解锁版的话，做起来非常麻烦。我们首先把这个板子的 ROM 读出来，解 ROM 锁。这个很难很难，因为这个盘太新了啊。这个盘是去年的盘，我们终于把固件锁给解了，光解固件锁两个多小时，因为不解固件锁，我们是无法修改里边任何信息的。所以大家用新盘也要注意啊，能不加密码就别加密码，加密码这也很费劲。不知道这一单董哥收多少钱合适，搞下来好几个小时。我们评论区可以打出来啊。技术加上人工，加上我们设备，对吧？几十万的设备在这儿做这个小小的工作。我们只是把这个密码区给它清除，写回原盘就 OK 了。我们刷新一下，看写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再找个127。127也是我们的密码。我们在做之前一定要保存一下啊，万一要是改写不成功，我们可以回写。这一段是密码区，没有给它填充零，然后校验一下，然后回写，写入硬盘，2份都写都可以啊。好嘞，我们刷新一下，看写进去了，写进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它有密码的情况下，我们访问扇区是什么样子的？看到吗？无法访问扇区，我们断电上电，再重新来一下。那这样的话没密码了，我们看能不能访问扇区？OK，可以访问扇区了。无为。那先这个盘我们已经完全解锁。我们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直接访问啊？如果运气好，直接打开了啊。好的，本视频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